的宝宝又来了，感觉今天是欧气满满的一天呢，莫名的就很开心。难不成是因为明天是周末吗？你们有没有过我这种心情？咦，难道是我预感错误，还是抽卡的姿势不对？出去看看，现在抽卡还有活动，有知识点的小伙伴们赶紧行动起来。金色传说，无情竟然是长爪，又是金光，我就说我今天很欧。铜墙也不错，好像是三级铜墙了呢。哇塞，连续金光，我感觉暴怒来了。哇，真的是暴怒。玩了这么久还没有暴怒，你们敢信吗？虽然不太可能会带，但是就是想抽齐全部的卡，有一张一直都没有就很难受，我这一万多的卡抽到一张暴怒也是很满足了。逃窜这个也不错啊，好几个角色都带了的。今天是怎么了，这么欧，连续金光。抽完知识卡咱们千万记得去领奖励，给的都是新出的知识卡，最多累计100次的奖励。 A 级卡团队领袖，这张卡还是很不错的，自己和队友的推奶酪速度都能提高，是奶酪位必带的。 B 级卡减速警告，攻击到小老鼠的话，小老鼠的移速就会降低。注意的是，只有老鼠解除受伤的时候才能解除减速效果。这张卡很是不错啊，还是一张 B 级卡，孤军奋战，适合遛猫。附近没有队友的话，移动速度会得到几卡。观察员，这张卡和太空的那个机器作用差不多，但是注意的是只能看到机器鼠，所以我感觉没啥用了。你们说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，爱你哟。